大家好，我是风静，然后现在在重庆，然后我现在在重庆西站，在这儿接朋友，正好过来陪我过中秋节。上个朋友刚刚走啊，他5:30到，现在5:26，应该是快到了。来，中秋节的月饼从成都带来的，一人一半。看到这个微辣，有点吼人。我这边吃那个火锅，芝麻酱放的多。给你看看这边啊，你会吃煎饼吗？给你看，你还不嫌辣，还又弄又辣椒。不是不嫌辣，好辣。这是两人吃火锅的这种风格。你看北方人吃火锅搞得调料，有点低估了重庆的这个微辣。这微辣都已经成这样，我很想知道吃那种特辣的要辣成什么样。半个小时的菜还没下去多少，全是辣了。重庆很好，我选成都。重庆很好，选成都。我看到周围的人都吃得很淡定，就我俩在这吃得很不行了，还要再来一口水。然后喝完水继续吃，再辣也要吃啊，自己点的自己吃。觉得这个火锅可以吃应该2个小时都不成问题，吃一口这个喝一口水，这个辣真的是有点微辣。我的天，微辣微辣，我感觉应该这个真的就感觉是特辣了都。